或是20000元的奖助学金，会给我们60位小朋友每个人2000块的奖学金哦。社工老师细评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陈可轩，我来自永靖乡，现在要读国小5年级。这几年我都有努力练出，让成绩保持在前几名内。除了让妈妈放心不担心我的功课，也能申请家福的奖学金，减轻家里的负担。妈妈一个人的工作，薪水要养我们一个家，还有我跟姐姐的教育费用等等，真的很辛苦。这次很开心能来家福接受细品公司的叔叔阿姨给我的奖学金，谢谢叔叔阿姨的帮忙跟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申请到下一次的奖学金，谢谢大家。我们每天放学回去就是自己要负责去烧柴煮饭，也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但我相信陈刚主任讲的脱贫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书念好。所以呢，当年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不聪明，但是我很用心，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可以脱贫，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改善，帮助我自己改善环境，或者是未来改变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而且也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以前念书念到那种，我们现在常讲说那个孩子念书，孩子不念书父母亲很担心，可是我那时候念书是念到我半夜念到1点2点3点，我妈妈压着我去睡觉，然后我因为怕书读不好隔天考试，我不愿意去睡觉，所以我妈妈打我，然后在那里哭喊，隔壁是说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妈妈说叫你去捆你去捆啊，就叫他去睡觉，他不去睡觉，那隔壁的那个阿尚就会讲说那梦喜公听到我爱把谁听到被把谁听到阿姨去捆。可是这样过来以后，一路上我们把书念好，我只有这样子的任务，我没有其他，我把书念好，那再加上出社会工作，我进到心理公司，一路在心理，我在心理之前认识25年了。那公司，我公司是一家，它不会有性别的歧视，它也不在乎你的出身，你只要愿意做，老板就会给你机会。那刚刚主任说我们卖干，我跟你讲，老板根本不知道我做到几点，他也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做到几点。但我觉得有时效性的任务，我自己想把它做好，我不要人家帮我担心。我们是一路这样起来的，所以我想跟所有的家长、跟妈妈说，你的孩子只要他愿意，他一定有机会。你支持他，给他信心。然后呢，我认为小时候的师傅其实是你以后长大以后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因为你苦过，所以你以后出社会所有的挫折你都不担心，因为你知道你可以面对，只要你坚持。你就有机会。好，这个我先送给当然，现在对小朋友听起来也许会比较深刻，但我想所有的家长，所有的这些大朋友，你们应该有所感受。好，那我相信只要你持续把书念好，成功就是你的。